互相。跟住我哋咧，我哋又要去外国旅行一下啦。哦，哇！今日又去边度咧？头先又去咗啲拉丁地方啊嗰啲。咁今日系呢一，因为呢一 part 系外语歌嘅部分，哦、所以要听翻啲英文歌啦。好，咁我哋有请我哋嘅靓声女王李浩嘉。有请花仙子吴文芳。其实我好想问，为什么你叫花仙子？就是评审老师取的名字，因为他们觉得我很就是清新哦，觉得佢好清新，清新，同埋因为佢有一对嘅组合叫 Baby Face 啊，咁啊亦都睇过咧，哇又弹又唱咁样，迷到唔少嘅宅男噶，亦都今日我哋睇见咧，今日 cosplay 嘅系。你平常是做这样的打扮吗？没有，就是想说跟大家比较有点区别，不一样。对，好明显你讲嘅衫嘅时候，其实有少少尴尬嘅。就为什么有一点点尴尬？是不是后面的？没有。爆，冇爆到系嘛？冇爆到。冇啊。哦，咁就好啲。我见佢好尴尬咁喺度搵啊嘛。Hello。Hi。Hi。李浩嘉。右手几多磅啊？幾磅啊？係其實係因為好緊張，一話你係一早已經睇到咧對方，哇喺仙子嚟嘅喎，所以要比拼嘅心態，所以要減磅啊。唔係嘅，咁本身都要應該減一減嘅。亦都係因為嗰位仁兄啊，係嘛 ？Waterma 多得你唔少啦，又係咁減。望見對手會唔會有啲緊張咧？有少少啦。先禮後兵，打個招呼先咧。你好，我唔好意思啊，又系因为未唱歌，所以佢哋比较紧张啲。好，两个咧直头好似孖女咁，我睇个发型都差唔多嘅。咁我哋先睇大妈定细妈先啊？吴文芳啊？好啊，吴文芳先啦。吴文芳今天带来的歌曲是《From Dead Pizza Love Triangle》。I'll be rocking in beats, yeah, yeah. I'll be rocking in beats, yeah, yeah, yeah. 吴文芳系第二届超级偶像嘅第五名。曾经是乐队组合 Babyface 的成员，近年更为青春偶像剧《我的亿万面包》主唱插曲，一把清新独特的唱腔在台湾乐坛非常吃得开，所以在超偶又有花仙子的称号。信心，我很有信心，可是香港选手也不能轻敌，因为我有就是去 YouTube 做功课，然后他们都很厉害，然后所以我这次会尽我最大的全力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加油。Just don't know what to say.